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BTOD Be the One Dance Crew。今天是大年初二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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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，我们就在今天公布我们 BTOD Challenge 这个很有趣的舞蹈挑战的得奖名单，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期待，掌声！我们这几十组的影片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把它看完，那其中包含了北中南都有朋友参加，我们真的觉得很感动，因为我觉得这个 challenge 就是要看一样的音乐，大家可以怎么样去呈现，让大家看到街舞的多变性。所以接下来就要来公布这个前三名的名单。我们首先要颁发的是 Be the One Dance 奖，所以我们看的是主要是看舞技的部分。那我们由我们五个人，每个人都会选出自己的前三名。第一名呢，他会得到三分；第二名会得到两分；第三名会得到一分。统计下来，我们现在就会有一个分数。OK， 我们的第三名，手机掉了，就是我们的 Jackie Ye 五十志存同学。董志存，对，志存就是因为我第一次教他应该是两年前，所以他跳 popping 顶多就两三年。真的可以拿到第三名，真的很棒。我刚刚看那影片，我觉得他跳了大概五六秒，因为他手真的做得非常准。所以我们恭喜这位志存大包，志存第三名。接下来第二名是， okay, 就是我们去年捷运杯 HiZen 的其中一位团员，奶茶老师。From HiZen 奶茶来茶，本名叫梁家豪。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奶茶老师。哦，真的吗？因为喜欢这个三十岁这么喜欢，oh my god， 上面小林老师，发上一个照片，恭喜奶茶梁家豪哦。Okay, 接下来哦，真的可以拿到这个，真的是五千元的得主啦。耶，我赢谁呢？我们的 Coffee Cover 雅提斯，靠边。他在说的参赛选手里面算是比较特别，唯一一个跳 crump 的。我看他影片之后，哇，各式各样的招式，还有帽子，还有鞋子那种技巧，这样再搭配我们的音乐，其实真的是 man， 哇，我觉得很 man， 没错，太厉害了。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第一次看到他的影片，我们好像正在排练。对，我说哎、欸，来看这个，来看这个，吓到了，呜、哦，五个人都一直在那边暴动，就要做一个后滚，然后突然嘣嘣嘣炸了三下，等，对，我想说确定要这样，我想说太金了吧，所以呢，以上就是恭喜。Coffee 咖啡，他拿到了我们 Be the One Dance 奖，有个五千元的大年初二的现金红包，掌声鼓励。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造型能量奖的部分，由我们的 Energy 牛奶奶哥为你们颁发 ，Let's go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来为大家颁发 BTOD Challenge 的造型能量奖，得奖的是何诗杰，恭喜恭喜，你的影片非常的棒。我们都很喜欢，再次恭喜。接下来到我们的人气 Open 奖，耶、就是我们在按赞助，按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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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虽然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可以知道是谁，但是我们不公布，由我们的公如哥为大家公布。各位 BTOD 的好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颁发的是 BTOD Challenge 的人气 Open 奖。这个得奖的是吉吉，他的观赏人次有1.5万人，然后4000多个赞，非常的厉害。BTOD 加油哦！新年快乐 ！OK， 以上就是我们 BTOD Challenge 所有得奖名单。Okay.真的感谢大家的踊跃参加，真的非常的感动。是是，但是没有得奖的朋友呢，也不要灰心，因为大家都很棒。也真的，因为我们就像很多看到喜欢的组别，可能只是哎、不小心没有比到一个手势，或者可能只跳4个8，像真的很多人可能真的10几秒而已，但是又要比这个，又有这个东西，但影片很快就没了，所以我们也来不及看到你精湛的舞技，或是可能2个人。只跳10几秒也很难看到大家发火。其实大家也可以继续期待我们未来可能会再推出更多其他不一样的 challenge。没错，像刚刚有个粉丝打电话给我说，怎么会没有唱歌 challenge？ 对呗，身为一个唱跳男团，没错，跳舞。张龙节目爽，节目虐我。张龙挑战唱歌，挑战煎熬。心一跳，爱就开始煎熬。这句有点难。
掌声给张龙的掌声了，好不好？最后，BTOD 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过新年，过新年，新年到，新年好。我们两个这个时候，大家已经听这首歌听到不想听了，你现在唱，大家都觉得很烦。